其实真正取决音色的，我觉得第一位必须是，这把是 SQ 款，换完拾音器之后能不能跟美分比啊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成田。好了，这一次来到佛山干嘛呢？就是要去拜访一位博主，因为前段时间我在抖音上面关注了一位博主，叫吉他佬。那他的频道呢，主要就是演奏一些经典的曲目呀，然后调吉他、调琴啊，捣鼓一些改装吉他、换拾音器之类的。那么这一次来了，也是跟他素未谋面的，也是在后台私信他，兄弟，你的微信多少？我刚好来佛山，然后他就说，你来吗？请你吃一顿饭怎么样？对，你看我的目的就在这里了，又可以拜访别人，又可以蹭饭吃，对不对？一举两得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走起。到了。还没说就到了，第一次见面，看到没有？来，第一次见面，你看，成田大哥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达到目的了，是不是？好来，走，来，这里就是平常他拍视频的地方。对，我有租了三间，因为这里比较小。租了三间，你看啊，比较小，我有一个仓库，然后这里只是暂时不停用的。好了。好了，第一次见面啊，第一次见面。我觉得今天来就是要请教一个这样的问题啊，因为你之前一直在做这个事情，我自己没做过了哦，就是你经常会帮你的客户来对换拾音器，是的，对，所以我就会带有一点这样的疑问来问，就是如果你手上有一把不是说特别高级的琴，对，换拾音器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些方法？我觉得是有必要换的，特别是5000块钱以内的琴，因为我做过无数次的测试，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比如说，印尼产或国产很多琴，它的我们一拿起来一弹，就手感不讲啊，它的音色是糊的，就是高频出不来，低频又很闷啊。通过改拾音器可以清晰度，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最好的呈现。然后经常有人问我，吉他佬换完拾音器之后能不能跟美分比啊？比如说我这把是 SQ 或者是3000多块钱琴，我说不能的，不可能的啊！就我举个例子啊，就是张学友唱歌，大家都知道是歌神对吧？你拿张学友的麦去唱歌，你能做到张学友吗？明白。那他就懂了嘛，是吧？对，换拾音器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个麦克风，对吧？就你换好一点的麦克风，你用森海塞尔，或者是说用一个100块钱的麦，它出来的质感跟底子就是不一样的。那其实真正取决它的这个音色的，我觉得第一位必须是木头。我试过最狠的一把伊班纳，我改了5次拾音器，是我自己的琴，因为我可以拿 Fender 的、Gibson 的啊、伊班纳的，甚至别的拾音器，我全换了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后来发现，其实木头是最重要的啊。然后拾音器它只是说，可以相对的去均衡你这把琴，比如说我那把一般拉是 SC 的李克敏，超薄的，它超薄的琴就是那个高频偏亮，那这个时候我如果会选一个拾音器，可以高频是要少一点的去平衡它，对吧？那做出来的琴的音色可能就是自己想要。我觉得这个有点厉害，因为我以前认为的改拾音器就是提升这个就提升一点，我没想到门道这么多。对，我觉得不能这样理解的，因为他10000块钱的琴就是底子摆在这里，对吧？那比如说成田老师，你拿一把3万块钱的琴弹跟一个3000的琴，你不可能说技术突然就变差了，对吧？对，所以但是它的底子，我们经常讲的一个底子，它就出来的质感是不一样的。就好像有时候我也帮别人调效果器，比如说一个1000块钱的效果器跟10000多的效果器，它的音色其实可以做到接近的，但是它的底子就是不一样。举个例子说，你弹一颗音，好的效果器它会很均匀的慢慢结束的，但是如果差的效果器去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就弱了，甚至没有了，虚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。就拾音器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对，明白了。沿着这个话题，你就刚刚讲到另外一个点上面去，因为我看你的频道里面你也有一些音色的调试，你也有给网友去下载你的音色，对不对？不是下载，是我很建议这样子，我会让他把效果器以及他自己的吉他寄过来。就比如说我拿这个吉他调好了，你回去绝对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最好的方式是连琴一起寄过来，因为他顺便可以帮他做保养就吉他保养做了，然后效果器也调了，而且用他的这个吉他来调是最精准的。在我的理解里边，真正调一个音色一定是我们缺什么补什么，对吧？你这把琴你一定要了解你这把琴，你本身是这把琴是很亮的，像这个枫木纸板很亮的，那我们一定要剪一点通或者是剪一点高频的，那如果说你上网下载，他不管你这么多呀，对，下载回来你真的是你想要
样了吗？可能就真的不是。而且我会跟他聊，哎，你喜欢什么风格啊？流行啊，还是摇滚，还是金属？那我就会根据他的想法去调，调好之后我会录给他看，他觉得可以了，我再寄给他。所以还是术业有专攻，就专门的人做专门的事。所以我还是奉劝大家，如果你们是没有这个动手调情的能力的话，哎，佛山、广州的朋友不就哎？有人在这里吗？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今天呢就学到很多很多东西。五声好找，五声好找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呢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尽管去到后台私信他吧，好不好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也不介意大家去问是不是？绝对不介意。OK OK OK， 交流嘛。那么希望我这一期的节目可以帮助到大家啊，也非常多谢你今天的招待。谢谢成田老师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